一个熊童子的最简单的粽子，还有就是说现在老板一直在贩卖的那个歪歪熊。好、哦、啊，我们养好根之后，对不对？接下来就会开始换盆啊。当初发根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很多的培养土下去，让它这样子发根，好、哦，发根到一个稳定的地步。好、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开始下去换土，好、哦，换成就是说我们在用的一些多肉介质。好、哦、啊，然后这一次就是说用四盆歪歪熊，好、哦，歪歪熊下去种植啊。顾名思义，歪歪熊其实就是说很简单，就是说每一个个体它们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说你会看到它们那个，你看它们每一个长的那个型哦都不太一样啊，因为它们当初哦我们的母猪哦它的型其实就是奇形怪状哦石化的样子哈、哦，然后我们就是都由母猪下去剪下来繁殖之后。所以它们固定就是都会长得很怪异，要么大大片叶子，要么像蝙蝠侠的样子都会有。好，接下来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说把我们的歪歪熊放下去啊，然后我们的根头那部分的培养土我们都不会去动它。好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补多肉的介质下去。好，然后我们补到差不多八分到九分满的时候，那我们就敲一下。敲一下那个盆子，哦，让土扎实。OK， 好，就这样，留着可以铺次浴的空间。好，接下来这盆好了。好，好，我们一开始一样就会先铺那个底，花苞链石，铺一个底。好，接下来就开始种植这些。好，你们注意看，你看这又是其中一只，你看这个叶子有多大，哦，比我大拇指还要大。所以就是说，它们每一个个体都会不一样。所以就是那么多人想要就是买歪歪熊的原因，就是说它的型都长得不太一样。好 ，OK， 那我就先拍一下，拍一下让它有扎实，等一下又再用赤玉下去铺面，让它固定。好，好，一样放下去补介质就 OK 了。好。所以就是用多肉介质，其实就可以养熊童子，就是这样比较疏水，哦，透水性加，嘿，不要用太保水的介质，嘿，对，这样子到夏天的时候，它比较不会去闷到干嘛等等之类的，好，哦，啊，然后我们现在这些歪歪熊啊，干嘛等等之类的，好，哦，我们都是把它放在外面纯露养，嘿，所以它。等一下，我们就是最后再拍一下歪歪熊现在露养的样子，吼，有多么红，多么可爱，嘿。所以他们都现在都可以完全露养这样子。好，啊，我用好之后，接下来就是说铺赤玉铺面。好，啊，我们现在赤玉铺面的话，我们会拿大一点点的赤玉，哦，下去这样子。铺好，这样子比较不会去让它太闷，这样子哈，赤玉选大一点的颗粒会好一点点。嘿，对于熊童子啊，或者是说对于就是其他哦，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就是希望透水性好一点，然后透气性高一点哈，所以就是说这些的话，我们就会用到赤玉会大一点点。其实它也不是大颗那一种，这是属于。赤玉是属于小粒的，好，我们之前用的是细粒的，啊，还有一种叫做极细，好，极细的话一般我们比较少要用，因为有时候铺太多会很闷，嘿，对，好，你看，接下来我们就是拿这种赤玉下去铺面，那我们铺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说，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就可以固定住它的叶子，不会乱晃，因为一开始这样换盆的话，它其实都还没有长根，会晃。在所难免啊，如果你有牙签还是拿什么，你想要把它固定住，那你就拿那些其他的工具下去把它固定住。啊，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放着，然后养根，把它养好稳定了，好，接下来再放卖给大家这样子。好，我们的歪歪熊就是种在这边，然后我们这一节课再加码，好，我们再种那个超大熊童子。什么是超大熊童子？就是已经木质化。老长的熊童子，那我们怎么去种他的土，配他的土呢？
好，像这种大型的熊笼子，可以种到五寸盆这种大小的熊笼子，它们的介质其实跟以往所有的种的景天呐、啊，其实大同小异。好、哦，我的配土一直都不会变，那、啊、我一开始就是去撒泡泡炼石，好、哦、好，撒好之后，我们接下来我就会把大的熊笼子拿过来，好、哦，大熊笼子，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大熊笼子，啊，这个是五寸盆。一般我们大的熊笼子在种的时候，我们就是泡泡炼石铺完之后，我们就一只手抓着这些，你看，这个就是老长。好、哦，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撒多肉的介质。我一开始会先撒个3分到4分满，好、哦，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把熊笼子放下去，接下来就是把它调整好一个高度，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用进口培养土，在它的根头的附近放一些进口培养土，在它根头附近，不用撒太多，哦，就在根头那附近有培养土的包覆即可。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一样，多肉介质把它撒到8-9分满。把它8-9分满即可。好，接下来我们会把熊笼子往上拉，哦，往上拉一点点 ，OK， 拉到一个高度，好，停下来，啊，就差不多你固定好一个高度 ，OK， 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样铺赤玉土铺面。赤玉土其实下去的时候，它的最大功用性就是最后的定位，好、哦。这样熊笼子其实就不会去乱动乱跑、哦、你铺的好，其实说它就不会去乱动。好，那、啊、我们就铺好之后，一样拍一拍 ，OK， 你看熊笼子就种好了，你们看到，它就完全不会动了。好，这是其中一个大熊笼子 ，OK， 好，大家应该还看不够，那我们再加码再种一个，好、哦，让大家。再熟悉一下怎么下去种。来，第一个就是泡泡炼石铺那个底，铺好底之后，来就是铺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铺介质，然后把大的熊笼子拿出来。哦，这一次的这只熊笼子更大，你看到更大型 ，OK。然后好，量好位置，哦，这样子，然后就先铺介质。铺好之后，接下来一样就是在根头那附近放一些培养土。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把介质撒下去，撒到8-9分满。好，8-9分满。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最后赤玉。做铺面，然后也是做一个固定最后定位的动作。好，最后轻敲盆子的周边，它就会开始定型。好，这里补一点点。好 ，OK， 就完成了。种熊笼子的那个土壤其实有很多种，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学着到处用，哦，都可以使用，哎、欸啊，然后就是说一般我们熊笼子啊就是这样子的种植，哎、欸，啊，网络上面也有很多种植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去学习，哦，我们只是说呈现哦我们在种熊笼子的介质要怎么种这样子，然后这是进口的熊笼子，进口进来，我们怎么去弄？种怎么去让它发根？那你种好之后，它其实说过几天，差不多这2个礼拜，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差不多开始发根了。然后我们种好之后，其实说要多开始什么时候浇水？像这个都已经晾干一段时间了，像种好之后，我会就会马上浇水。要浇多多？好，现在就是像最简单的，我们就是说我们就会直接把它浇透了，因为它已经干一段时间了。
那就是他的伤口都已经干燥，所以就是说我会浇透，浇透之后接下来一个礼拜浇透一次，一个礼拜浇透一次，所以他就两个礼拜后他其实就会发根。其实熊猴子种的方种并不难，好、哦、啊，重点是说记得到夏天的时候，你就是要把它养好，通风，然后水给刚刚好，然后在冬天的时候，记得冬天在这时候，你就是要把它养得非常的肥胖，阳光能给多一点，叶子才会够大，这样子。好。